猛男鲜肉松露炖饭，光看就很有食欲。女孩们记得坐靠厨房的位置啊！太嘎后矮黑美森，欢迎来到卫生生巷弄内一群九零后开的餐酒馆慢草九零。帅气的女调酒师，不论各位今天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她都能够调出你要的世界。这粗壮的手臂，帅气的侧脸，翻炒着是你最爱的松露炖饭。那肌肉牵动着浓郁的炖饭，别以为是健身教练下班来打工哦，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很厉害的厨师哦，每一道菜的调味，处理不同的肉品，要煎到几分熟，如何摆盘呈现，举手投足都是非常的专业哦。慢炒九零从前菜、意大利面、炖饭到主菜、甜点，全部都有，而且都只有在这里才吃得到的菜色哦，非常适合聚餐秀一下的地方。看这个粉嫩的熟成鸭胸，皮脆肉嫩，每一次的咀嚼都让我魂牵梦萦。这小牛战斧一切开，光看就知道入口能有多软嫩。真的很好吃，油封鸭腿光是香气就已经先逼迫你享受了。松露炖饭，色香味俱全的一道美食，松露比例抓得刚刚好。既然今天都来到这了，放松身心灵的饮料和完美的甜点结尾全都不能放过啊！各位，你们收藏了吗？跟梅森一起享受美好的夜晚吧。